在了马里，看我他妈从哪一瓦把子开头？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我们刚才所讲的内容，与各位观众一起分享与探讨。奉真主尊名，在赞送真主、祝福穆圣祈主房子之后，我们刚才讲到。 陌圣七主方知，对伊斯兰，所在不同的场合，做了六有不同的回答。伊布纳奥我尔，对于拉合安的七主遗嘱，他所陈述的一段圣训提到：“布尼亚的伊斯兰，阿拉哈姆森，伊斯兰。” 以五件事情为注释为基础，首先，作证，除真主外、啊，绝无应受崇拜的。莫罕默德是真主的奴仆，真主的使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伊斯兰，念里克扎朝的第一念，努念。 素贞除贞主啊，极无因受崇拜的主宰呢，也就是告诉了我们，真主才是唯一值得我们顶礼膜拜的。他是供给我们给养，供给我们甘露，供给我们阳光，供给我们为我们创造了、铺平了、展开了大地的那个主宰。他的核心价值观。 就是这句话的体现，即来以来哈以隆落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当这个课题，我们在将来要讲的六大信仰当中，将做进一步的陈述。这里又提到，素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 奴仆与使者。那么在这里提到了，我们既要作证,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奴仆、图名，也要见证穆罕默德亦是真主的实在。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直观的信息，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人明白一个道理：穆罕默德。 我们对待他呢，要保持一种中庸中正的道路，一种方式。正如真主在《古兰经》当中提到的：“我绝奈空，我马同我杀他，我使你们成为中正中庸的民族。”所谓中正中庸呢，即不极端，也不退费。 我们不走极端，我们也不冷那么对穆汉默的认证他是真理的奴仆呢，就否定了很多人过度的去吹捧穆罕默德，把他说成是神，把他说成是主宰，并对他加以顶礼膜拜，这是大错而特错的，这是跟那一来还一弄闹。 这与伊斯兰的核心价值观是直接对立的，因为“那以来还以隆拉”这句话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否定所除真主之外的所有的主宰、所有的神明、所有的偶像、所有的这些伟人。我们否定的是，不得崇拜除真主之外的所有的这些伟人也好，等等等等。 我们亦不搞个人崇拜，亦不搞对任何或者任何物神化他，去对他加以神化。所以穆罕默德曾经说：“苏拉拉和阿里用什么？奈尔图图努尼，卡玛阿特的那苏拉艾塞布马的什么？古鲁阿布都拉和鲁苏奥卡玛加拉苏拉拉和阿里有什么？所以穆圣七十方知说过。” 你们不要过度的吹捧我，犹如基督教过度的吹捧艾萨俄拉姆，你们对我的称呼应该是真主的奴仆与使者。所以在这里呢，既然陌圣起初方知，我们都不能去神化他，去对他去过度的吹捧他的话，那么其他的人，其他的老人家也好。 或者个人也好，或者某一尊雕塑、某一尊佛像也好，更不值得我们对他进行顶礼膜拜。那么，新之母哈玛德·萨拉拉尔利耶·瓦萨曼是以他的优良的道德品质而心存了伊斯兰，而获得今后两世的成功的。的 他因为害怕，当心人们对他进行神话或者是顶礼膜拜，甚至在他临终之前，他也在告诉人们：“你们不要把我的坟墓当做你们祭火的场所，以及你们不要把我的坟墓当做你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所以，摩生其实方子说：“犹太人。” 把他们的先贤的坟墓当作，当做爱当，当做忌讳的顶礼膜拜的祭祀的这个对象，所以你们不要把我的坟墓查起为爱的，也不要把我的坟墓当做是礼拜的地方。所以这一道理，心之莫善其取方知之,之所以这样做呢，就是当心人们在他归主之后。 对他进行顶礼膜拜，如果活着的时候都不能对他顶礼膜拜，那么他死之后，我们更不能对他顶礼膜拜。所以在任主修的这纯洁性方面，阿布巴克的可谓是当之无愧最了解的对他的纯洁性是保持的最纯洁的人，最纯洁的，我们可以说。 这是继先知使者之后最纯洁的信仰方面最真诚、最纯洁的人。我们就可以一件事情来说明阿布巴克鲁，他的信仰之深，他的信仰之坚定。当主的使者归主之后，整个麦地那人都不相信陌生其主）房子会死，甚至。 第二任正统哈里法，欧玛，尔，他就说：“如果随党长受主的使者已经死去，那我要把他砍掉，我要杀死他。真主的使者，他就像穆萨接受真主的启示一样，暂时离开我们几十天而已。所以，当欧麦尔听到陌圣祈主房子的人噩耗的时候，就说了这番话，并且。” 不准任何人说他死亡，直到阿布巴克拉那对用拉和安拉听手主的使者归主之后，就从阿瓦里的圣海这个地方呢，来到圣寺的陌圣祈主房子的房间里，他亲吻了归主的陌圣祈主房子的额头，然后走出来，就对人们说，人们诵、啊、读了一段古兰经，就说。 难道穆罕默德因为被杀掉、被杀害，或者是归主之后，难道你们就要碰教吗？谁阿布巴克鲁就说：谁要是崇拜真主的话，那么的确呢，真主是永生不死的；谁要是崇拜穆罕默德的话，那穆罕默德已经死了。所以这里就体现出阿布巴克鲁他信仰之深沉。 以及阿布巴克鲁最清楚，我们听到了穆圣启主、方之归主的消息，及圣门弟子们听到了穆圣启主、方之归主的消息之后，阿布巴克鲁说了这样的一一番话，就是说：“凡谁要崇拜真主的话，的确真主永生不死；谁要是崇拜穆罕默德的话，那的确呢，穆罕默德他已经死了。” 当阿布巴克尔说了这番话之后，奥马尔才犹如恍然大悟，一下子就重重的摔倒在地。他才明白，真主的使者的确已经归去了。我们稍等片刻，我们再讲。<noise> 上了马了以后，我的老汉们从老油把我开导，有余生。所以说，我们不能神化个人，也不能对任何人进行顶礼膜拜。所以，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奴仆，我们不应当把他看作神，也不应当去崇拜他，甚至有一些过分的行为。 真主的使者都感到害怕，比如说，甚至目圣祈求方知，有几次、有多次，拿到圣门弟子当中的时候，很多圣门弟子就想站起来给主的使者让座。那么真主的使者祈求方知就制止了他们为他而站起来，因为狗狼见一顿真神。 在《我严论·立论母同》扉扉呢这一章当中提到：“要么要过目那时里入变了阿弥，在那一日，众世界的人都要为真主而立正。”所以，我们立正呢，只应当为真主而立正。所以，如果说特意的因为尊重一个人而站起来给他让座，或者显示一种极端的尊重，都不可以。 因为心之母害怕的是呢，就担心这样的话会导致人们神化一个人，令这个人飘飘扬，最终毁掉一个人。甚至莫圣旗帜方知，当听到有人说“马 a w 我细一当有人说“真主的意志和你的意志”这句话的时候，莫圣旗帜方知都非常害怕，对人们说。 难道你们要把我当做真主的匹敌和等同吗？你们说马沙安拉真主的意志就可以了，所以这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告诉了我们这样的道理，那就是不得神化个人，不得对任何除真主之外的任何被造物加以顶礼膜拜。这是一生以上与其他的任何宗教。 所不同之处，以说明伊斯兰的这种传奇性。它是从伊斯兰出现一直到今天，都始终保持它的传奇性。所以，我们说，穆罕默德见证他的奴性，也要见证他的使命性。所以，他是既有顺从身份的，既是真主的奴仆，亦是真主的使者。 所以我们不能从两个极端方向去发展，既不能对穆罕默德加以顶礼膜拜，过高的去吹，过度的去吹捧他，我们也不能把穆罕默德视为三岁孩子，不能把他等视为什么呢？三岁的孩子，甚至三岁的孩子所说的话，都比他所说的话还要重要，也不能这样。 因为现在当今社会的很多人，很多所谓的穆斯林，对陌生起防止方式，往往要么是对他过度的吹捧，要么对他有过度的冷漠和冷淡。他既是真主的奴仆，肯定亦是真主的使者。既然他是真主的使者，我们就要就应当给予对使者的尊重，因为真主的使者。 它代表着真主的意志。我们之所以明白礼拜、求萨卡蒂、求多少、礼五房八这些精神是从哪里得来的，就是通过心知穆罕默的祈主方止，所以，我们对他应给予应该给予的尊重。正如记得有一部片子，有一帮海盗，当他们抢到一艘船的时候。 其中的一位海盗头目，为了优束其他的海盗，就对他们说呢，自告奋勇地说：“从今天起，你们应当给予船长应有的尊重。我就是你们的船长，你们应当尊重我，那么这里呢，先知当然这个比方呢不是很贴我要说的是，该尊重的，我们应当给予尊重。 那么，心知莫行，默德其主方知，他是真主的使者。他所说的话，你千万不要把他当做三岁孩子所说的话。你不要，甚至当然，甚至怎么呢？他所说的话还顶不上三岁孩子所说的话有分量的话，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真主他呢派遣他作为使者的话，他代表着真主的意志，所以对他所说的话。 我们就应当倍加的珍重他所说的，我们就要去奉行、遵循他。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正如《古兰经》新秀章第五节经文提到：“我们用推个安哈瓦、英哈、英莱我还用尤哈。”从他的嘴中所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来自真主的启示，以及崇高伟大的真主在《古兰经》放柱章。 《哈什鲁章》第十段经文又提到：“我们阿塔库摩罗苏鲁法合入，我们南海库安努方投胡他所带来的，你们要牢牢抓住他，要坚持他；他所禁止你们的事情，你们要远离他。陌生七尺方子又说：“我所命令的，你们应当去坚持奉行它；我所禁止你们的。” 你们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去与利他。真主在《古兰经》第三章三十一集又提到，更是把遵循、追随陌生其主方式，视作是对真主的一种爱、啊。真主在这一章《古兰经》当中提到，过了因空洞退步弄落，复特别恶劣，又还比不可弄落，我也复了空之路百空。你说，真主对？ 穆罕默德启主方子说：“穆罕默德，你对全人类说，如果你们喜爱真主的话，放他比奥尼，你们就追随我。你们追随我的话，你们就会得到真主的喜爱，真主就会使用你们的罪过，你们的罪错。所以呢，这里就展现出我们不但要遵守古兰，还要遵循这个圣贤，遵守心智的教诲，他的圣心。 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把它当做了真主的使者，加以尊重，尊重真主的使者。因此，新之穆罕默德·齐举方舟在一则圣训当中提到：“我给你们留下两件法宝，如果你们坚持紧抓它的话，你们永远不会迷失方向。那叫真主的经典，获得圣贤，我的顺难题就是我的圣贤。” 那么，在另外的一段记载当中，一贼圣信当中，陌生启子房）的又说，有的人在末尾时光或者在其他的时代里将出现这样的一帮人，他们一个一个的坐在沙发上，当听到我的圣行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狗兰丁我们足够了。”那么，这样的人，我们要说的是。 是木生齐取房之所痛斥的，是木生齐取房之所怒恼的。既然你以助阵进阵，他是真主的使者的话，那么你怎样看待他的言行呢？他的命令，你是否去遵循了他？因此，木生齐取房之说：“孟了阿米拉阿玛朗吝萨非阿姆的孩子，发话让动，凡是。 谁做了一件我及我的门弟子们经未做过的功修，那么他的这件功修不被真主接受，那就相当他是徒劳无功的。因此，我们在这里通过修行了见证、穆默和默的，是真主的奴仆和使者呢，让我们懂得伊斯兰，伊斯兰始终要求每一个伊斯兰人要懂得坚持。 中庸的道路，中正的道路，不偏不倚，不极端，也不朗斗；不极端，亦不朗斗，这就是我们要秉持的真理。通过学习了、见证了陌生齐楚房子作为真理的路铺和使者呢，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我们在做任何功勋、上贤上级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不仅仅是单纯的要懂得为主勤诚，亦要懂得效仿陌生其主房子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凡事的上功功修，要想得到造物主真主安拉的接受的话，那你就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其一，为主勤诚。 其二，效仿陌生其主方式。那么为主前程的证据呢？包括我有吉姆所纳的有童在看的，我在这个地上的更一嘛。我不动，我有吉姆所纳的有童在看的，我在这个地上的更一嘛。这段古兰经明正章，本以来这张《章古兰经当中，这段经文提到了，他们所奉命的事情，就是。 为主勤臣从奉正教，他们履行办公，他们往哪瞌睡？所以这里就命令的是，我们必须做任何事情，不得是为了沽名钓誉或者其他的原因,因目的，而只是为了起意于真主。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要效仿陌生起主房子。 如果我们不效、不懂得效仿穆圣祈祖方式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功修，我们所有的上级，哪怕你已经为主虔全了，也是徒劳无仇的。因为假如没有古兰经、海利斯的指导的话，每个有思想的人都会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他的观点，去做这件事情，而这些事情，都可能不被真主接受。 因为真主已经派遣先知穆罕默德其主方知来教我们怎样崇拜真主，所以我们说见证穆罕默德其主方知是真主的奴仆与使者，就是要明白他既被顺从的身份，既是真主的奴仆，亦是真主的使者。我们在对待他的这两，我们应当清楚明白。 如果你木圣七处方者的这个顺从身份你未弄清楚的话，可能你的很多功效都是不被接受的。所以这就是一本奥马尔所传授的这段圣训：布尼亚的斯亚阿拉汉姆信，十二达到安拉以来一种拉，王的木哈巴当乌苏拉，见证以上以五件事情为主食基础，见证真主，见证穆哈木德是真主的。 奴仆以真主的实在，那么这是医生认命理客家朝的命理客家朝的第一项。那么命理客家朝的第二项呢？我们稍待片刻，我们再继续阐述它。啊，谢谢各位观众。